你。瘾贩子啊！对呀、啊，这么猖狂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啊，明目张胆的把保安给抓了。识相的，乖乖配合，跟我走，就免受必要之苦。我还配合你呀、啊？好不好笑啊？笑什么？非要老子动手是吗？今天呢，就是你见棺材不掉泪了。我们老大说了，啊，如果你不配合，就算把你的手脚打断了，也要带你走。你头脑进水了吧？啊，你是人贩子，我还跟你走啊？可以吗？行了，既然你定酒不知，知罚酒，那就别怪我先拿走了。我今天就给你评个鱼死网了。来。谁的？今天必须要把你抓到手！哎呀，这个看门狗啊，小胳膊小腿的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！我现在告诉你，做人贩子可是犯法的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！犯了个毛线！马上从这里消失！我们老大啊，说我把你抓给他，他给我50万，哈哈！你敢跟法律过不去？我要钱！我不是跟你做什么法令，啊，不配合，那老子还要动手。藐视法律，行啊！今天劝你不听劝，今马上将你绳之以法再说。少废话，啊，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啊！哎呦，来的，看出来，矮冬瓜一个，还有两下子花拳绣腿。我告诉你。我这两下子功夫就是对付你们这种人绰绰有余。哎呀，你以为老子就是吃素的吗？什么老子老子啊，啊，你这个小人，卑鄙小人，你今天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逃不住我的五指山。来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怕了吧，这个保险，老子不跟你玩了！哎，哎，好啊！哎，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什么人吗？就是你们这种人贩子，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！行了，妹弟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啊，我今天就不抓你了，最多我去背我们老大啊，教训一顿就算了。还有老大是吧？行啊！今天将你绳之以法，让你把那些同伙都给供出来，一网打尽。我也是受人指使的，受人指使，你不要难为我行吗？你干什么不好？你非要干这种人贩子啊？你缺胳膊了吗？烧腿了吗？好，天下有多少种工种，你不去干，做泥水也好，啊，扫大街都行，也能赚个伙食费。你偏要干这种事情出来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知？看这个。来钱快呀，来钱快呀，是啊，是没错啊，但是你今天还有命赚钱没命花了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勾搭贵手啊，今天我不抓你啊，想要我放过你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门都没有，你今天这种行为触犯到了法律，就算是我放了你，法律也不会放过你们每一个坏人，你们做触犯了法律，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哎呀，我说你个臭保安，啊，怎么油盐不进？啊，你不要多钻镜子，啊，你要知道我们是什么人。你现在不放我走，今天晚上我老大没有看到我人，到时候啊，你全家都要遭殃的。你现在啊，死到临头还没有一点悔改之意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我今天就算是把你们这种人贩子千刀万剐，也解除不了我心中的恨。我放了你们，就是等于放虎归山，你认为可能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种人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你不要为自己想想，你要为你家里人想一想。啊，我现在我就不怕你的，恐怕我抓你走，你也出不来了。你知道还有多少个人贩子，害了多少个家庭，啊，家破人亡，以泪洗脸，妻离子散，啊，骨肉分离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还？你就你两下子三脚猫功夫啊，我们那兄弟啊，厉害得很。还有兄弟厉害啊！今天呢，就是你
把死路到尽头了，你再也享受不了荣华富贵了，那就是去派出所享受那种啊管吃管喝的地方。哎，行，今天这笔账老子先给你记着，迟早会跟你算。你不要在这里油嘴滑舌，也不要在这里恐吓我，我现在叫你马上送去派出所，绳之以法，走。哎，不要，改造改造。哎呀，不要。干嘛了？怎么打不赢呢？我打人呢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种人啊，干嘛打我啊？我得罪你了吗？你就是得罪了我了。我什么事情得罪你了啊？今天要抓你去卖了。人贩子啊！发财！这光天化日的之下还做人贩子，我跟你说是犯法的。识相的，乖乖跟我走，免受必要之苦。我看你有头脑有问题吧，进水了是吧？我还跟你走啊！哎呀，你嘴巴还这么臭啊！行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哎！救命！哎！哎！哎！大妈，大妈，你看你是谁？收管闲置来！小兄弟，救救我！他是人贩子啊！他是人贩子啊！是啊！哎！你们两个人是合伙吗？哎呀！记住啊！告诉你啊！乖乖的跟我们走。我告诉你们两个人啊，私下的话立即回去自首，或许那个法律啊能够从轻判决你们，要不然等一下栽赃到我手里的话，楼底都有你们坐。起来走。哎呦，兄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、啊、你还不是一样拿个棍子打不赢。哎呀，谁知道带着我去打还打。告诉你啊，你马上投钱。偷你个毛线！乖乖束手就擒，要不然我等下抓你，把你的狗腿打断。你今天啊，你必须要跟我们走，不乖乖跟我们走，我就直接把你打晕。你今天乖乖的束手就擒，我要不然我把你打废打死。哎，老宋，毛线！呀呀呀呀！不能废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人。叫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叫来一个我收拾一个，叫来一双我收拾一双，这么猖狂的！猖狂你个毛线！识相的，你乖乖跟我们走。我现在最后一次奉劝你，回头是岸。我最后一次告诉你，乖乖的束手就擒，要不然还束手就擒。有本事你放了那个罐子！我凭什么放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拐卖妇女是违法犯法的。别啰嗦，你放不放？奶奶的，那条棍子我就丢了，这条棍子丢了，棍子我跟你说，就先把你打扮上来，我一个手就能打赢你，像你这种人贩子，今天必须好好把你抓起来，送到公安局里面去，将你绳之以法，我看还敢在这里诓。别啰嗦，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，看招！哎呀，哎呀，有两下子啊！呀呀，还狂啊？还嚣张啊？还来吗？还有招数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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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嚣张啊！啊，目无王法了，这么嚣张，这么狂的，有了这个母老虎了，我走。走啊，还想走啊？走，走！我让你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啊！我刚才给机会让你走，你不走，现在你没机会走了。哎，我是叫人，我叫我那个兄弟过来。叫你那个兄弟，等一下把你抓去派出所，你那个兄弟也逃脱不了法律，我跟你讲，还叫人吗？这么嚣张，这么狂的，有多少团队？就是我们两个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两个啊，你饶过我吧。刚才你不是说很多兄弟的吗？我饶过你，嚣张啊，还狂啊，啊？不狂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做人贩子？不敢不敢，你念在我们，吃饭你就饶我们一次，还吃饭？刚才还说那么多兄弟还吃饭，我看你就是个惯犯。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要我饶过你啊，门都没有。
告诉你啊，我饶了你啊，公安局里面的人也不会饶过你。这人善人欺，这天不欺，人恶人怕，天不怕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今天就是你报应的日子要来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山水有相逢，你如果把我抓去，我外面呢其他兄弟饶不了你，到你全家。哎呦，现在终于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，刚才还说没有臀，怕了吧，怕了你就放了我，怕你个毛线，怕你毛线。哎呦哎呦，我还怕了，你死到临头还在这里牙尖嘴利，死不知悔改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哎呀，你饶我这一次，我等下给钱，你叫我兄弟给钱，你谁要你的钱？给20000块钱，你谁要你的钱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要钱，我要堂堂正正的靠我自己双手去赚钱，像你这种黑钱钱我是赚不来也花不安心的。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哎呀，你抓我去公安局，你也没到什么意啊。没到什么意，我今天要不是会两下武功的话，早就被你抓走了。你知道吗，有多少人贩子害得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，以泪洗脸，家破人亡，骨肉分离的啊！你以为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吗？我跟你说，虽然钱是啊全是万能，但是也不像你这种黑心钱，赚这种黑心钱害得人家多少人哈！你先放过我吧，说那么多吧，我还放过你啊？是啊，现在我马上抓你去派出所，将你绳之以法。不要，走，不要，派出所里面。不去，你那个兄弟也逃脱不了法律。我不去，跟我去派出所。不去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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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，今天有没有生意啊？哎呦，我都没开张，今天生意这么差了。对呀，这种疫情啊，哇，你知道吗？生意特别难做，太难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呀？什么东西？忘了吗？都多少钱了？啊，多少钱呢？这个月交100-300块。啊？啊什么？上个月200已经对你够好的了，快点！怎么越收越贵啊？哪有那么多钱？我今天还没开张呢。没开张，我们就不用吃饭吗？那我今天还没开张，这300块钱就买。拿过来，没放那么多。哎呀，来，大哥，你上个月我不来这里过，干嘛？干嘛？你没看到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，在这里拉客要收管理费，那个保护费。保护费啊？是啊，我来保护你啊。你我意思要你保护吗？那是谁保护我？我们保护你，在这里拉客不会被人欺负，要交钱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人人平等，还说什么保护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出去回去吧。没有啊？是啊，我不用你保护，我也不用给钱给你。没你就给吧，他们很凶的，他会打人的，等一下你就没有命了。不给的话，这样啊？哎呀，我不怕了，我不用你保护，你们走吧。我今天我也没钱了，出来。哎，干嘛？是不是不用保护？我不用吧？用不用啊？用不用啊？啊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还干这种事情出来？我告诉你。你不用保护就是这样子，如果我们保护你就没有人欺负你。还有人欺负我？告诉你，现在法治社会也没有什么欺负，就是你们欺负而已啊。懂我们说法律怕个毛线啊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两个人整天游手好闲在这里欺压百姓。我都说叫你给了你不听，现在好了挨打了，我不怕他。什么欺压百姓啊？这个地方是我们管，我们在这里已经收了20-30年了，现在难道今天才遇到你是第一个？这个地方是公家的，凭什么是你们管？你们是村公的啊？是不是公的？我是我的就是公的，难道我是母的啊？行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死光头了，你再敢动我一根头发毛，我从现在开始已经对你忍无可忍了。哎呀，对我忍，兄弟，好好教训教训他，听到没有？现在我大哥发话了，我数一声，马上滚蛋。不滚的话，等一下你没机会滚。我说，不用数，你现在交钱出来你就平安，不交钱，你看。哎呀，要交钱是吧？多少钱？啊？看我的棍子！哎呦！要不要钱吗？哎呀，还要多少？哎呀，还要钱吗？大哥，哎呀，你这个窝囊废，拿个棍子你不懂得。把他的腿打断吗？吃饭吃的十几碗，我想打他的腿，打他你的腿。
够再不滚的话，把棍子放下来。行啊，我放棍子。真的是我不相信你，我就一个手能打得赢你，你信不相信？小腿小胳膊的，难道等我们来打，我就哎呀！你不要小看我，我跟你说，看我小胳膊小腿，十个光头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何况是你一个人。那今天我就跟你好好练练，真的是。稳住，稳住！怕了吧？怕？我像我们这种人，从来没有说怕字。不怕，我打到你怕为止。那就试试啦！真的，哎呀，哎呀，看动都不动，真的是吧？哎呀，真的是，老公，老公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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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来吗？怕了吧？上滚蛋！我就当我没发生这一回事。哎呀！叫滚蛋的是应该我们收你，不是你收我们滚蛋就滚蛋。你不愿意滚就是啊！我打到你滚，打到你落花流水。哎呀，我就不信你，今天老子就跟你拼了！老大哥稳住啊，打来我们的地头，那还要怕了吧？怎么怎么怎么厉害的？要不？我们一人一边收拾他，要不就这样子吧，我们先回去叫兄弟出来。滚！我刚才给你们机会走，让你们走，你们不走，现在你们还想走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门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个曹伯娘，你今天可能是吃饱撑着活腻了。我看你们今天是吃了豹子胆的，竟敢在这里欺压百姓。你知道我们百姓来之不易，我们百姓赚的是血汗钱、辛苦钱。我们不是欺压百姓，我们是保护你们，收你们的钱是应该的。你们是什么来头的？我凭什么要你们保护？不管了，快，兄弟，从那边。上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保啊？我不会保的，今天。哎呦。快，双手蹲着头，抱住，双手抱住头。我抱个毛去！你说什么？打得赢我们两个？你打得赢一百个吗？我几百兄弟，还要在这里牙尖嘴利？还跑啊？再跑的话，我给你们腿都打断。还有一百多号兄弟是吧？我跟你说，随便你们叫出来，你叫来一个我收拾一个，叫来一双我收拾一双。那你放手，我现在就叫过来。去呀、啊，敢去呀、啊！看你敢从我手掌心掏出来吗？逃得过我这个五指山吗？大哥，要不我以后不收他了。对，我不收你的了。美女，就这样子吧。我跟你说，你长得这么高没得用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收保护费，开豪车，住别墅，多好。想要我跟你们一起混啊？你功夫这么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做事是凭我的良心去做事。并不像你们一样在这里欺压百姓，用那种黑心钱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摸索脑袋，就是你脑袋进嘴了是不是啊？有钱不赚，要赚钱也要堂堂正正通过我双手去赚，赚钱。我并不会欺压百姓。我跟你说，那你就拉一辈子扣吧。哎呀，我看你们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吧？啊，人家百姓容易吗？别人容不容易，你跟着我们容易就行了、啊、你们就不要在这里油嘴滑舌了，有什么话留给跟警官再说吧。好了，这样子放开，把他们领到派出所里面去。我告诉你，再不上你还嚣张是吧？以后就没有人来收我们保护费了。我告诉你，俗话都说头摇人出血摇人，要不我今天以后也不收你了，你就不要管我们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后悔了是吧？后悔后悔已经晚了，你不收其他的也不行，不收我的也不行，以后你再也没有机会在这里欺压百姓收保护费。你敢？我现在就将你们绳之以法，送你们去派出所。走，你敢送我去派出所？美女，你去帮我做一个证。好，以后你走路要小心一点，明天我们可能就会出来了，出来我就找到你家里，把你全家搅得鸡犬不宁，弄死你全家，老老少少。你还想得挺美了，明天又出来，说不定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就是你们啊，没用，你们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走去派出所，别在这里啰啰嗦嗦。